你怎么没见过小王爷？哈哈哈，放心吧，我那弟子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皇马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，啊，这龙虎山和辉山一江之隔，您对辉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还有啊。 这天象镜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偷笑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哎，你听他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他是西楚公主。 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，不打紧，您是黄蟒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，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。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啊，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 回山了，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方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不用跟我说，若有一日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。 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！央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，没想授予你真传。那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 请我聊天，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。 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辉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辉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，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 他入赘的事啊，从古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。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。全死光了。嗯，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，当这个老祖。
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？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他能成就天象机啊？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。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件事情虽然隐匿，但是你二叔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？我是他们侄女啊。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。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，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惠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姓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姓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境高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镜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，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，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
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，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。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镜，有他在就有轩辕家不是威名，他满意了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一女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境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，你那点人脉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哥，陈家，这收了这几个？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妈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四五，神似却有八九。阁下哪位？轩辕进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
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与你却是息息相关，瞧你长相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子们御间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，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了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哥，不用，你大手没枪咋整？你怎么知道？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已经有了传人。嗯，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亘古乃是一时之选，加以时日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亘古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、啊！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你那幅画像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折金见过，是他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折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他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折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
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百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降精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凤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二叔、三叔谈。徐凤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这会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俩。这种家伙也是天象境大高手，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靖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，他可是天象境。二十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问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五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。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？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灰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，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灰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灰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两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静轩，掌控灰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咱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灰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？只有北凉。那你那两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静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我将登上孤牛大岗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
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只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一个时辰之内登上辉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进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。一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辉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，上山。世子世子，这碗可是罐里的，一个两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，你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他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莹带上？我游览辉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莹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峨眉，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，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轩。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
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，这般着急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锦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，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该变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儿，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凤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年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便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？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。不破不立，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。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？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我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，缺了心境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经验。等等，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说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王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总禀报。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
汹涌的江湖啊。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油匠。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将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罡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将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？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，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灰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京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坪。圣人有云：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镜。管他什么镜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镜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无法接掌灰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定格成画。当岁月过尽，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？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，只为看透。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